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梁老师。现在我们一起动动手指头。等一下我念一句，你们也要跟着我念一句，要一起做动作哦。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那就要开始了。今天的题目叫做十根油条。十根油条放进油锅里啊，到你们了。十根油条放进油锅里啊，笨了一根，跳了一根，剩几根？八根。八根油条放进油锅里。到你们，八根油条放进油锅里，笨了一根，跳了一根，剩几根？六根。六根油条放进油锅里，笨了一根，跳了一根，剩几根？四根。四根油条放进油锅里，笨了一根，跳了一根，剩几根？两根。两根油条放进油锅里，笨了一根，跳了一根，剩几根？剩没有半根，零根。哇，这个就是今天十根油条的手指谣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那今天梁老师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